Hello，大家好。好久没有拍这个我们120的企划哦，因为最近就是也没有什么活动，然后也不知道拍什么。不过现在就是有8+5，那我们就是可以继续来提升我们战力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合成。加9，看看我们战力能不能再持续提升。我会+9，萝莉，我萝莉没有卡，等下来练一下，可能34，还有，再来，蒋志贤+9。再来，张志豪，我张志豪也没有。今天目标是把全部都+9。好，张建民也+9。张志豪、罗曼，这个先。我陈杰宪也+9。再来，谢龙豪也+9，再来，亚历克也+9，再来。郭彦文也+9，再来，老胡。也+9，差不多都忘记+9。昨天4+1没有去弄，没事没事。好吧，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把我这个有，来大家，+9。好，我们剩下的就是来把萝莉买一买，我胡子也没有做。好，等下来做一下，苏志杰也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再来做。先把能做的先做一做，都没卡。好了，我们来做。最近引进啊，
再来。好了，最后这一波，好不好？顺利过一下，顺利过就胜利。好，那我们4+1只有一组，那我们就再用一个道具。好了，其他的就等之后再来升。那我们张志豪也顺利加9了，我们就来揭晓我们的战力会来到多少，来到107。好，我先把这两个弄掉，好不好？就是要弄回原本的，然后来看一下是多少。好，那战力一样来到106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换回去，之后持续加油，好吧？就是持续的来练卡，那就再继续加油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一个订阅，可以开小铃铛，这样才收到及时的拍照。下次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